应该算了，就是就安全帽，他说已经第二代、第三，现在是第一代跟，那就是用的不错，现在有在跟他订，安全帽，戴上去全身都会好，就是酸痛，颈部酸痛什么的。那、你有看过那个产品吗？我没看过。你没看过产品吗？啊，你有看过有人戴过那个安全帽吗？我都没看过。没看过啊。所以你不要相信他，他在骗你钱。你知道吗？你有多少？31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赶快存进去。你赶快存进去哦。我们帮你存进去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你不存进去，你不存进去，这个31万。我等你，你转给伊去。确定的，阿姨。你给伊就了伊啊。31万。好好，你先存。日前，本所接获银行通报，疑似有民众遭诈骗的情事。经到场了解，该民众表示要投资科技公司，但对所投资的公司产品均不了解。经远景劝说，才打消汇款的念头，保住积蓄。警方在此呼吁，投资应循正当管道，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，避免遭诈骗。